一加高以后头尾纹太大了，就你这会儿你要尾纹一下，这会儿头部出了大概两三米啊，你这滚刀速度就得往里提，你看了吧，你头尾纹跟它太大，就现在它那上面控制速度的，现在就控制这个什么了，就控制这个温度了。你那个应该是你自己内部闭环控制的，对，现在和咱们上联网了。你联网它只是一个数据交换和要不然和那什么。